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娱乐资讯平台香蕉胡娜娜，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香香。记得点赞，肖战粉丝此次的无脑行为对同人圈造成的影响及伤害非同小可，引起公愤也理所当然，因为这不仅侵犯到很多人的利益，还抹杀了别人的爱好以及对创作的热爱。肖战粉和受害方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两边吵得不可开交，肖战也因此莫名其妙地替粉丝背了这口黑锅。关于肖战粉丝这次闹出的大事件，在沉淀了十几天之后，热度也随之慢慢退下。尽管很多人仍然不满肖战此次的无所作为，但是讨论的声音明显在减少。然而就在3月11日，检察日报连续发三篇文章剖析肖战事件，甚至还将其中一篇进行置顶，来警示此次事件的影响有多恶劣。检察日报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关报，创刊于1991年，有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他们站出来批评肖战事件，这让本该即将平息的风波又掀起水花。看来肖战这次真的是要过9981难才能回归正轨，只是人气口碑可能大不如前。检察日报先是就肖战粉丝举报同人文作品以及发布平台仪式的影响，用肖战事件是非曲直如何评说这篇文章进行评述，认为这次肖战粉丝引起的争议不仅仅是同人圈的问题，不少人也是在借题发挥，想趁机打击一下饭圈四出的出警嚣张的气焰，并将这篇文章进行了置顶。其次又发表肖战事件的第二篇文章《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引用某教授对此的看法，指责肖战本人及团队应该是这次事件中最需要承担责任的一方，因为在粉丝策划发动大规模举报行为之前，有着充分的沟通渠道的团队应该对该类行为的社会影响和危害性有所警觉，并且对粉丝进行必要的疏导和安抚，而不是坐视不理。在事件发酵之后才发了份轻飘飘的道歉声明，检察日报认为漠视自身社会责任的偶像都是失格的偶像，偶像失格，这恐怕是对一个偶像最严重的批评了。第三篇文章，检察日报用了两个角度评判了肖战事件，一是法律风险，由于同人作品的依附性较强，面临侵犯相关权益的风险也就相对较大，因此可能随时要承担法律风险。二是粉丝行为，粉丝维护偶像这正常，但如果是肖战名誉权被侵犯，那么有权维权的是肖战本人而不是粉丝，处理争议的地点应该在法院而不是在网络。在连发三篇文章之后，检察日报之后又单就粉丝问题发了一篇文章，日报认为不能任由粉丝喜好毁了同人文化，因为同人创作多是免费共享，肖战粉丝的行为导致了一大批同人爱好者失去了阵地，文学栖息地被侵犯，造成了现今这种局面似是必然。最后日报呼吁粉丝们是该节制了，网友们自是乐得看笑话，纷纷明嘲暗讽道，最近喜提的封面萌字 F 格都好高，一提绝尘了，牛哈哈，还喜提置顶了，该，这是真的吗？我以为要结束了，这么刺激。肖战此事事件稍有突破口就会再掀风浪，检察日报的评判也非常中肯，到现在为止肖战都没有出面制止粉丝的无脑行为，任由其发酵，带有破罐子破摔之态。刚开始还会为肖战说话的人都已经慢慢晋升，因为大家没有看到诚恳的处理态度，不知道肖战本人以及团队到底是何考量。娱乐圈227事件说起来也是让人有点意外，这次事件并不是艺人本人有什么错，甚至艺人也是受害者，但粉丝行为偶像买单，肖战要是凉了，那可是史上第一个被粉丝坑死的偶像了。3月11日，检察日报站出来为这次饭圈大事件做了一次讨论，内容分为几个角度，有人评论称肖战的这次属于偶像失格，本人及团队才是这个事件中最需要承担责任的一方。该评论者认为，在粉丝策划大规模举报行动之前，肖战团队没有做到对其必要的疏导和安抚，而是漠视粉丝情绪发酵，导致场面不可收拾，称漠视其自身社会责任的偶像都是失格的偶像。除此之外，检察日报连续发了2版5篇关于肖战的文章，
其中包括不能任由粉丝喜好毁了 T2 文化、肖战事件的是非曲直、评判肖战事件的两个维度等等，集中讨论肖战这件事件。看上去检察日报也对这件事颇为关注，网友曝光的这些文章发布在检察日报的法辩和评论专区，其中法辩更是集合了各家意见和各个方面的观点，所以也并不代表检察日报本身的立场，而法辩也算是辩论的一种，有正反两面观点，但是大部分网友却只看到了怒斥肖战偶像失格的那一面，选择性忽略肖战事件的另一面。在检察日报的文章中，另一种观点则表明这次事件虽然有肖战粉丝的原因，但也有人在借题发挥，趁机打击一下饭圈四处出警的嚣张气焰，加上不少粉丝年龄偏小，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和洗脑，才会变成现在样子。不仅如此，他们还客观地提及了此次事件的两大风险。从法律方面来讲，肖战粉丝不应该举报，这个观点也站不住脚。 T2 作品对原作品依附性较强，可能面临侵犯著作权及相关权益、侵犯名誉权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法律风险。而从粉丝行为来看，明星粉丝维护自己偶像形象可以理解，但是名誉权被侵犯后，有权维权的只有肖战本人，争议的地点也不应该在网络。总的来说，整个事件中最惨的莫过于肖战，无论媒体对肖战的评价是好是坏，粉丝行为都是一切的源头。现在他不仅面临口碑和商业双重危机，之后是否能继续维持顶流身份也成谜。不过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正视整个事件的两面性，不要成为肖战有错的发烧粉，也不要让肖战成为这一切的背锅侠，还物联网一面清净和谐。网友发起对肖战的抵制，造成肖战名声大跌，影视剧作品被打低分，代言受到损失，而这一系列的源头就是肖战粉丝举报 AO3 网站。网友对此也有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这是粉丝行为，不应该上升偶像，肖战莫名背锅有些冤。然而在3月11日早上，检察日报就用两大版发表对肖战事件的看法，在肖战事件没有胜利者的战争长文中表示，肖战本人及其团队才是这次事件中最需要承担责任的一方，直接表明态度，他们没有做好粉丝引导工作，道歉姗姗来迟，并斥责他漠视自身的社会责任，是失格的偶像。随后又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文章，直指肖战粉丝该节制他们的行为了。在官媒看来，这次事件肖战被锤实属不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肖战不仅被官媒点名批评，3月10日晚还有网友爆料，肖战粉丝的举报行为是受到了其团队默许的，肖战方是故意在放任粉丝组织举报。继续，举报事件闹到高潮时，2月27日也被网友称227历史时刻。而据截图显示，肖战大粉在2月26日下午就在粉丝群里开始组织举报行为，并自称已经告知团队。这位大粉微博竟有2万粉丝，比最初出圈的粉头巴南区小度赞比的举报组织时间还要早。而他所说的直黑，就是指喜欢同人的 CP 粉，时间上也混合了举报的一系列操作。下午2点与团队沟通决定举报，一个小时以后另一个粉头就挂出了举报流程，这操作不得不说训练有素。看完时间线实在让人惊叹，这背后居然有团队策划，围观227全程的网友沸腾了，这是破案了？谁还说肖战无辜？回归事件起源，有人分析这是团队收益，提出纸粉将同人文反馈给团队，但被回复走侵权流程太复杂，于是号召粉丝集体举报，正主本人不用出面得罪人又可以维权，这也是肖战以及团队至今未给出正面回复的原因。 AO3 举报事件起源曝光不久，3月11日凌晨，那名被挂出的粉头立刻出来解释，自称半夜被电话打醒，并且否认原先说的联系团队的言论，说完还表示跑路了。这种回应反而更让人觉得是坐实了之前的爆料，且不说澄清行为是否让人相信，紧接着又有肖战反黑战，表示开除粉籍，认为其是黑粉抹黑艺人，一波又一波的迷惑行为让人不解。肖战团队与粉丝之间互相的甩锅行为显然无法平息争议，
这次连郭美也点名批评一直沉默的肖战，你们觉得他还是无辜吗？对于这些，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留言，记得关注香香的节目。